各位铁粉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星期大亨通，我是徐亨，我是唐新奇。我们今天星期大亨通要带各位去什么样的地方呢？你知道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。这个为什么不知道？葫芦，我们在麦格这个葫芦里啊，这个到底在卖什么药？你在看了就知道。我们先不说，先让你看看就知道，说我们到底去什么地方。来，请看。当初为什么想，就是讲真的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是兴趣啊，不然其实我以前是念广电的。为什么会是兴趣的？怎么说？因为我其实我从大二之前，我看我姐她就是透过信义房屋的那个同仁帮她买卖，她有一个认识十几年的信义房朋友，然后会帮她处理这些买卖问题，然后现在就是说，看她几次成交以后，我觉得说那个信义的同仁不是说只有帮单子帮她卖房子。就是说，他会帮他，教他怎么去理财规划。比如说，他可能买了哪里的房子，然后教他脱手，然后去买哪边的，换一个地段，越买越好这样子。然后可能就是中间不断的获利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这个是真的有在帮我姐着想，不是说单纯是只想赚我姐的钱而已。所以从这个开始，你就发觉，你就觉得这个房仲对你来讲，这个行业是适合你走的，就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因为你诚恳、热诚，而且老实。对，你说你像洪总，有没有因为你去中介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有来某位贵妇或者某位女孩子，因为这样子去爱上你，或者你们在空房子里面有没有曾经因为这样子就做起来？这个重点来了，有没有？完全没有这种经验。真的吗？你们是约到外面吗？还是在？我们有时候去，有这个机会说不能在里面做任何什么事。第一个，我们做这个行业，其实第一个已经搞得很累了，就不要再搞得很累，不要再接了。搞得是被他们搞得很累，还是说因为工作量太大？是因为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满。因为我据我所知道，我所听说的很多女孩子哈，也是去做中介、做房仲的。对，那因为想要卖好这个房子。想要把它卖出去，你的业绩，他有时候会牺牲自己，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？这个我没有听说，但是为什么我会听说呢？有很多杂志有写讲的，有吧？是的确，真的，我们周遭是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，真的。对，那你有没有发生过？有没有女孩子投怀送抱说希望你来，还是或者说有没有女孩子喜欢你，一天到晚在搬家，就为了要看你？有没有？哦，我很这个人很无聊的。其实我很希望经营到这种客户嘛，真的、是有被自己那种。其实你们如果喜欢他的话不需要说要一直问他房子要一直搬家，不需要，只要约他出去不就好了嘛，对不对哈？真的，那么累干什么哈？对。那做房仲做到现在，做到目前为止，有什么事情是让你很难忘的？就是可能就是屋主愿意帮你，他愿意让委托给你销售，然后。你会觉得说，因为你是可能过程是非常艰辛的，就是说你可能拜访他好几次都扑空，然后或者是说他跟你讲说，我就是不让你卖，因为我觉得你没有经验，菜鸟，然后我不想给菜鸟卖，我宁愿找一个油头一点的，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人，他可以慢慢帮我卖到我想要的价钱。那我后来就是因为我很诚实，我很诚恳的去拜访他，那他就是后来他就说，好了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最后如果能够。所以像我之前成交的例子，就是他之前一直让我吃闭门羹，可是我真的好不容易要到他这个委托，而且我也成功帮他销售出去了。
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就感。对对，所以也是因为我留在这边的原因。所以做这个事情就是充满了挑战，就是因为有挑战，然后感觉到说他每天的那个面对客人都不太一样。对啊，也曾经有那个保险业务员跟我讲，说，哎，你看你干嘛卖房子啊？你来做我们保险的话，你看我们月收入、一年收入多少？是，他说很简单的方法，你去七期看，七期里面的那些屋主是房仲业务员多呢，还是保险业务员多？我想想，哎，好像保险业务员真的比较多哎。哎，为什么？可能他们真的会业绩的问题，可能他们真的分红分蛮凶的吧。可是说实在，这个这一点没有办法，不足以打动我说，我现在是一个。可能只是一个房子。你是说他们是保险业的吧？保险业就比如说是这个，比如说我们个人保险、团体保险那方面的保险业。对。那你们房仲跟他们是不太一样。那据我所知道，好像保险业跟房仲一般好像基本上都没有底薪，房仲用抽成的比较多。我们公司算是这样说，规模比较大，然后有上市，然后我们是一个很成熟的公司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我们是有底薪的，而且按照级值上去。是不是几乎很多都没有底薪？就是全部靠业绩，对不对？很多是这样。其他同业有，我听说，而且他们的奖金是非常高的。他们只要卖出去一个物件，他们甚至说可以拿佣金里面的70%，当做自己的收入。那就是说，等于是他们只要把这价钱抬得越高，他们拿的那个抽的钱就越多嘛，就是这样。对他们当然就是，比如说现在这个房子只有市价可能50万，他可能卖到500万，因为他这样有点说70%就75、30、35万。可是政府规定是不行，这样有一个方向的吧？50万到500万是一段很长的差距。那就是从那是差450万吧？哎，应该是不可能吧？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在走这种赚差价了。那你们需要考证照吗？我们有那个不动产业员证照，一定要的。对对对，就跟保险业一定要有证照。上课完以后就会有，但是再更进一步呢，就是说有不动产经纪的对证照，这个就很难考了。哦，真的，这个每年可能就是录取率大概10%吧。那你们现在的证照为什么还有分经纪人跟那个？是为什么会这样？营业员的话，就是说像我们每个人进来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课程训练，然后上过课以后，基本的应对都可以大概回答出客户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成为营业员。哦。那经纪人的话，就是说他甚至可以帮他经纪所有的房子。对，而且还他所有的不动产。评估行情，卖不卖？就是说，有时候可能会说，这边不方便，建议你现在卖了，因为最近情势比较差。我建议说，你可能就是要再放一段时间。那有点跟理财管理有点像。对，就那样子，有点偏向理财管理。哎，其实你长得像某位明星哎，黄叉奇的啊，有没有讲过？你说黄少叉吗？我们俩名字合起来好像有点全名的嘛哈。有人讲过吗？有跟我讲，那有没有想要从事这个影音工作方面？我以前有想过，对，后来为什么没有？后来觉得，我觉得渴望一个稳定，一稳定。你觉得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有得到成就吗？有成就。那之前那些工作都没有成就的？之前的工作，我之前比较不固定，都是当一个打工族一样。是是，对，都在哪里？在维持吗？不然都会都要打工。没有，就是自己之前有在经营社团，然后就中间啊，社团，你是哪个帮派的？你在经营社团，打工帮的，没有啊？对，你那个所谓社团是在做什么？他是专门帮人家引荐那个打工的。哦，对吧？我懂。就是说，很多广告公司，对，或者是说他可能今天需要领演多少人，他会跟我讲说，哦，我这边你帮我找，你帮我。你那个算人力中介公司啊？有点像人力银行这样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是学生。是对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不只是自己需要，我可能我朋友也需要，然后我就帮班上同学创一个社团，然后后来越变越大，衍生变全系、全校，现在它大概是全国性的，它会员大概有1000、1万、1万7500。那这个创始人是你？对。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延续下去？你把它卖掉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是转给你学弟或学长或什么？也没有哎，这个就是我下班的时候回去会稍微管理一下，就是说里面有没有我懂没有任何社团是很规定的。哦，你那个等于是在网络里面经营这个。对，他们会自己去找人，然后留下联络方式，但是不能违反一些
善良风俗嘛。当然，然后就是那你有没有什么绕狼专线？别人同事看好你，绕人专线。绕狼专线吗？没有，找我卖房子有。有了哈，在电话在这边09116005508。我这个电话拍一下，这是他的名片。好。就是这样的名片，这里面稍微在他刚才骂那些什么勇气啊，特别秀这样名片。没有没有，各位同业，不好意思得罪了。开玩笑，那些我们怎么会播呢？对不对？那些我们是实况转播了。你看人家外面就已经200台车了。我们不会播，我们只把字卡打上去。真的开玩笑，那是开玩笑，不可能，不能播那个哈。那主要就是说，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做了差不多你说做了3年了是吧？半年如果要灌水的话，通常客户不太喜欢，就是说找那种菜的。我们通常去外面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讲说我们做快一年，对，那事实上才做快半年。是，对你在那个科博中中港店，对，科博路的中港店，你是不是对啊？中港路你在西屯的中港路嘛？对，在那个台中大圆柏对面的。没有，在那广山收购。哦，我讲的另一个对联。信义房屋，对，我们是直营的。其实你讲大圆柏对面那边附近有店家。对，信义房屋其实它就是现在有那个股票上市。对，而且在房仲业里面，它可以说是占龙头。因为我们保障多，所以客户就多，很自然的，就是一个实习效应。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我们有提供4大保障嘛。对，如果今天买到房子的问题有，比如说辐射屋。海砂屋，然后可能有漏水、渗漏水问题，或者是你买到凶宅，或者是在这个交易过程中，可能你会觉得很没有保障，因为你除了凶宅以外，有没有阴宅？阴宅，你遇过吗？阴宅是你住过这么久，就你所讲的，你有没有遇过的房子是让你看的，会觉得不舒服这样？你会怕？可是它却没有发生错事情，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这样。有没有？应该有吧？有啊。那你看到你对面那个，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？他有什么不好的经验吗？他其实就是一个卡道音。你应该有嘛？那种进去有感觉不是很舒服的。当然有啦，这种或多或少。那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，进去看一个房子，看这个房子，要怎么样房子才会让人觉得，这个房子是可以买的？哦，就是你分享一下这个经验。我们带看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是说，我们会先看通风采光，通风采光最基本，采光很重要。采光又有两面。对，然后室内我们会希望说，看到的物件是它有装潢，可是它可能是用系统，它不是用那种一般那种什么，比如说我们木材去剪接裁切拼贴那种，就是对，怎么讲？就是它会有甲醛的溶剂，然后如果说散发在室内的话，不管是小孩子或者是我们大人，闻了都会对身体不健康。你连这么细微的事情，你们都会注意到？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先注意到的话，客户也会注意到。我们一定要在客户注意到之前，先了解这件事情。难怪信义房屋这么受欢迎，难怪他们会变成房仲界的龙头，难怪他们会股票上市，难怪他们底薪保障50000起跳。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连这么细的，你刚刚说什么？那是什么辐射？辐射啊！然后氯离子就是简称海砂屋。你说你刚刚说的是那个，你们会发现什么东西？就是甲醛。甲醛的。甲醛是在装潢。甲醛就是说你那个上海银行里面开的支票，就是甲醛活存那个甲醛。对啊，然后。还有就是说，如果你买到凶宅的话，我们的业务员如果说在这个带看你的时候没有事先跟你告知。你所谓凶宅曾经发生过一些凶杀案的凶宅，非自然，我们叫做非自然身故，或是说不小心或怎么样的，非自然。如果说生老病死，那就当然了，对对。然后可是如果就是意外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听过很扯的、啊，还有在室内就发生那种就是凶杀、啊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就是可能有空中飞人嘛，然后也有那种就是服药过量，然后我懂，对啊。所以就只要是非自然性的。有意外的，那就叫凶宅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们也要说，或是人为的，知道是哪几个社区，然后或者是说它的产权名，我们都会制作一本不动产说明书，我不知道今天不带来。哦，那通常遇到那个，应该就不会有人想买。会，你们会告诉那个就是要去买的屋主或者什么？你会告诉对方吗？
如果遇到这方面，你会跟对方一定要事先跟对方讲，就讲得清清楚楚。其实呢，我说实在，你宁愿说清楚，为什么呢？你就算你不说，树皮糖会买够啊，这一整个环境这样子传来对你不好，对不对？你说一个谎，必须要用十个谎来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与其要这样，你不如坦白告诉他，因为他也可以打听了。你当那些人是笨蛋吗？对啊。他要来住这个地方，他要打听说这附近到底 O 不 OK？ 他说啊，这个啊，那对你的信誉的怎么？反正就是诚信为优先。当然了，为什么会叫信誉？你解释一下这两个字。讲信重义，就是说信就是做对的事情。对。然后义就是说到做到。对。应该是说反过来了。应该是说义就是对的事情。然后信就是说做到，说到做到这样子，对吧？那个你下次用那只手的时候，请可以放低一点，因为刚刚我进来了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镜头了，我故意变到专业，我故意开玩笑的。其实大概只有店长才有资格结婚吧，因为我们这个说实在，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啊。会比较少时间陪家人，像我每天出门，我妈可能还没起来，然后我每天回到家，我妈已经睡觉了，然后我完全就是，除非休假日，不然我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跟我妈讲到话，对吧？所以你们看房子是看到几点？白天才在外面跑，晚上通常都是在店里面打电话，对吧？你们晚上还要在店里打电话？要约好固定的客户。上班的时间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。没有固定责任制，但是早上就是一定要八点就起来，然后开始闹钟赶九点打卡啊，八点九点之前就可能要先去发海报，发几张海报以后，然后接着进店头打卡这样子。是哦。对啊，打卡以后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责任制的，对吧、啊？打电话晚上打电话是为了约隔天的客户，就是说你明天有空看房子啊，然后我帮你配几个案子，那明天找你一起来看这样子，对吧、啊？那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个？怎么想要做这个？因为我妈以前有做过这个行业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妈她在我毕业的时候，她就讲说，你可以去卖房子或者去做保险。可是我觉得说做保险这种东西，它很容易就会变成说我跟朋友拉说，你买一条，这个一年缴20000块而已，很容易啊。对你来讲，我觉得说，每个月2000块、3000块，那我同学一场，那我就捧场一下好了。可是房子不一样啊，房子不能说，这个2000-3000万你已经捧场下这样子，对吧？就是基于这样的，我觉得说成就感很重要，对吧？啊，也是支持我做下去的动力，不然其实还蛮累的，对吧？区域性哦，我们基本上有分配区域啊，只是说还是可以跨区，因为我们是直营的，我们也可以去接台北的委托，真的吗？对，然后。我们也可以调到台北的藤本，对吧？台北的这个某个住址的屋主是谁，我们也可以就是用我们地震系统去调到，只是说有没有这个意义在，是吧？那个今天就是我们的谢大哥哈，他在这个房仲界哦，已经经历差不多有一段时间了。那谢大哥在我们那个信义房屋，在台中信义房屋呢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名，大家都叫他谢爷啦。那因为我们大家年纪差不多，我们就叫谢大哥啊。今天愿意接受我们访问，真的是蒙骗你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打了2通电话，其中一通不通，第二通就通了，通了就来了。其中一通收讯不好了。因为我们的金牌 S 秀专门访问一些达人，大家会觉得金牌 S 秀这些达人是不是都一定要知名的什么多有钱？其实错，像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达人，因为他在他的工作领域里面呢，他就是最好的。而且他做的非常非常称职，非常好。他的业绩目前在整个信义房屋里面，他是金钻级的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！对不起，金钻级那是 forever。是新销的。但是我讲的是真的，因为他在他们那个仲介里面呢，他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呢，迅速窜红在中南部，如浊水溪以南，没有人不知道他。浊水溪以北真的也不知道他，但是浊水溪以中部这一块，开玩笑，中彰投他是南霸中霸天的，那对不对哈？那个人家说有北什么中什么南什么，他就中霸天就是他了哈。他迅速半年之间，小小年纪，他听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，他年纪很轻了，他是80年次嘛，对不对哈？80年次在房仲界做半年，已经算是到
月收入有将近50万，你看这不得了，再次掌声好吗？一厘米就是了哈。对了，开玩笑，五十万当然台币，无论如何呢，这一点就是可以证明说我们现在是英雄出少年，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简单，短短的时间之内窜红这么快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呢，他人长得英俊以外，他不好色。任何买房子或者租房子也好，苏女儿在投来说嘛，偷偷的把它退开。为什么退开呢？因为她老公在旁边嘛。没有开玩笑的啊，意思就是说她从来坐怀不乱，她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做好房仲这个工作，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做好一个非常棒的营业员、业务员，这是她毕生所最大的，应该不是最大志向嘛？你的志向应该不是只有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应该还有更远大的志向。我的志向很简单，现在这个阶段先把这个事情做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，没有三两三如何上梁山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必须要十年功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谢先生，这个谢爷呢，可以在台中地区可以称霸中南部了，可以说他有两把刷子，第一把刷子刷墙壁，第二把刷子刷烤肉 barbecue。 开玩笑，主要用意就是说他做得非常的好，今天是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访问。谢谢。你刚刚不是要请我们喝咖啡吗？走咖啡。开玩笑的。那今天我们这个非常高兴的金牌 S 秀呢，非常高兴访问到我们的谢爷。跟大家观众朋友说最后讲几句话，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哈？也稍微介绍你自己吧。刚刚都没有介绍你自己，来，您姓谢吗？大家好，我姓谢，我叫谢炳业。对，只要您有房子要出售，或者是你有房子想要委托给我们销售，或者是你要买房子也可以，就是欢迎找炳业来帮你服务。我的电话是0911160508。他要再次吗？他这个是。谢爷呢，在这个千呼万唤里面呢，可以说是我们中南部的做房仲的第一把交椅。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啊！金牌 S 秀呢，每次访问的都是知名的达人，不管是年轻也好，老的也好，中年也好，只要是他在这个行业，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得非常的好的，我们都绝对会去访问他。今天他就是我们中国的房仲界的代表，我们非常感谢他接受我们采访，谢谢您。谢谢。好，干不起来，干不起来。谢谢，是干不起来。好，谢谢哈。谢谢。好，我们一起说金牌 S 秀，赞赞。嗨，怎么样？刚才的地方是不是让你觉得别开生面，而且觉得说这个我们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膏药，其实很简单嘛，就是这么简单哈。超棒的。哎，就是让大家这个很意犹未尽这样子哈。对。好，只要你们喜欢呢，可以继续私讯我们新奇 TV 小编，我们为你做最棒最棒的服务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这个唐新奇作词作曲的《重新来过》精彩片段，请看。想要我